之前你嘴里面发生的什么跟别人拍照啊，这些所有你不能忍受的事情，他通过这种哄的方式都把他哄过去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之前都是跟他好好去说的。那为什么这次就哄不过去了呢？就是有一个那个姓陈的一个顾客啊，就我知道他哥哥嘛，他说了他认干哥的时候你在边上。对，我是不想驳他面子啊，但是那天的事你让他自己好好说一遍，那天你到底干嘛去？你愿不愿自己？在那边，两人隔开一定的距离，你就是受不了这套，他就吃这套，所以他才会忍耐了三年，到后面急了。